你们都是怎么接受到通知的啊？因为有时候我只是突然开而已，铃铛会响吗？还是什么？晚上好，疯魔。哎、欸，黑月，流播放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玩过，手机亮了，哦，那为什么手机都不会亮？跳跃，入侵，哦。差距到了吧？画面又下降，那为什么我都没有？等下声音有点大声哦。哦，首先最后完了。半永久，还是那么大声，阿姨阿姨啊，他怎么还是那么大声？等一下，这个游戏早上在跟兰兰聊，兰兰说，就是他也是喜欢玩那种，就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不断轮那个重来的游戏。哎，好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然后就聊了聊了哦，我就想说，嗯，这个我还好哎。然后就看他玩玩玩了，哦，好像不错哎，来玩好了。所以有些东西我可能会不知道一些些，但不一定了。像这个就是商店，先让我玩一下，刚开这个游戏。
然后这游戏跟骷髅有点像嘛，就是看一下哦，这个就是不是有三个颜色吗？然后蓝蓝教我是说，你会看到左下角那个弓箭是紫色的，你用这个的话就是紫色装备会加伤害，然后顺便加体力。然后这个加体力的东西是你加越多次，它会递减越来越少。看有没有，刚刚加68，现在加38，所以看你想要选哪个，继续更痛还是这个？哦，他的画风摇晃那么不舒服，我一开始是这样想，可是就是看那个玩过的就觉得哦，这打击感其实很爽。这个就是我刚开始是觉得他晃来晃去让我头好晕，好不舒服。好，差一点点。如果你在2分钟内到的话，可以进去这个门。我多了5秒钟啊，这个是无伤打了30只怪。这彩蛋很多，感觉得出来。而且我是睡到2点多，啦啦啦啦啦，7点半有闹钟叫我起来，但是我睡到刚刚经过一个什么？藏在地图的道具哪一个啊？我有捡吗？我还没捡吗？我有捡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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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不起哦，玩这种游戏有点没办法看聊天室。因为当时玩哭了的时候，有人说这个很像死亡细胞，我就想说，死亡细胞就是那个游戏吗？我在想啊。什么？被诅咒的宝箱？嗨，靠呀，出的血啊！你只要收到一只攻击，就扔扔扔下面十个点啊！我要输掉啦！快到了没？我贡献完去试一试就好，反正这个就是不像骷髅，骷髅是可以把东西带回去嘛。那这个是在地图上好像死掉就没有了吧？然后这边可以拿到细胞，那细胞就可以哦。落地冲击，燃烧地面，嘎。然后一定要到这边嘛，才能把那个细胞花完。对不起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是往下攻击，是吧？哦，对，寒冬，寒冬，等一下要死掉咯。晚上好，来这个广告，感谢各位，告辞一下。这里风景不错，
是啊。哦，吓死我！啊，这个词，这个扳手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今天懒懒也拿到了，但我们就是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说什么永久解锁客户，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自定义吗？我输了，输掉了。制定模式哦，好。可以制定怪跟武器的东西，你是说可以自己做武器，还可以自己放武器进去？然后自己放武器进去，还是自己做武器？哎、欸，我怎么知道就这样死的？所以才会发生早上那件事情啊，因为早上他就在玩这个嘛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办？突然好饿哦。”我说：“吃东西啊。”那你觉得什么蛋饼跟薯饼你要吃哪个？啊，我就说：“蛋饼跟薯条你选哪一个？”我就说：“薯条吧，蛋饼好油、哦。”然后就说：“好啊，那我要小热狗。”我靠，高、哦。老君应该也会喜欢这款、啊。一分钟，哒哒。不啊，两分钟，那就可以进去了。进去拿灵魂，然后选武器。嗯，选起，二选一。不可以拆掉，靠！这款好玩，有啊。其实那天在玩骷髅的时候，很多人有推。当时想说骷髅先玩个段落吧，毕竟刚买的有。那、啊、最近骷髅师发现这个靠赛的成分有点夸张，我觉得先休息一下好了，玩这个。叫什么？再解锁八个道具。哦，都没喝到水。选择门还有一。啊，如果他就算他最后说选择了那个什么毒饼好了，看。啊、哦！我一开始是选那个啊，选薯条啊。哎、欸，我来了，动作有点慢，我丢了一个，不稳，然后被困在这了。那怎么找啊？把它带过来，可是我会迷路哎、欸，有点硬啊。
右下角有地图。对啊，可是它只会显示你的位置，传送门的位置吧？还会显示其他的吗？哇！对啊，专业的说不会哦。所以这个任务是，只要我下次在地图上遇到的话，再去还就好了吗？血量啊！这个绿绿的是什么？前面绿绿的。哦，这个哦，懂了。看，没有任何人。那个是什么？嗨，阿甘，买啦！啊！血量太微了吧，至少不会被毒死。哦，小龙，我踢，对啦，这样子我气也比较痛了，确认，小龙。然后就死了，不收假。哦，晕了。那种落地砍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没有，我刚复活是因为那个一开始不是有去商人，商店那边点了一个就是起死回生。这款盾牌反蛮好用，真的假的？说盾牌加刀还是盾牌加剑？认真，就觉得这。远程要吃香，对不起，我低端，这是我觉得而已。这怎么打、啊？哦，
这样子吗？然后嘞？要符文哦，好吧，就饶过你。这里，这里，那怎么没看到萧院呢？从校园会来的，路啊，如果像前期那个有个很像木那个木乃伊的那个死棺，那个也是后期才有，那前期就有看到他在地图上面出现，嗯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好小，他说下面哦，干嘛？傻小。傻小，啊，才十一个哎，我都不跳了，哭啊！啊、哦，盾牌哦，真的很强吗？你说用盾挡是不是？哎，好像真的不错哟。干嘛？你掉过六十几个，我心少哎。真的、哦，开不开？哦，记得那时候看到一个东西，还说懒懒可不可以走走看，就真的可以走这里。好好好好好好。看小院。是要就阿武总变小孩子，
学生包有东西，什么学生包？你在跟我讲话吗？学生包？嗯？对了，这什么东西？花旗哦。哦，八七哦，啊，盾牌没了。刚刚那个秘密的洞里面有出现学生包，不是学生包啊，我再回去看看。风傻，嗯，没有洞，那洞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是说哦这个哦？没事哦，对不起。好啦，法国面包。我想说什么东西？这个也不错哎，后期基本上都是拿远程跟盾牌和外乡人，而运气很好。你是指哪一个？没有啦，新手运啊，后面要拿手就拿不到了啦，都这样子的啦。那时候玩骷髅也是啊，后面会玩的，要手拿不到，只能就是开局就想要的，就拼命拆骨头去养它。嗯，下面有路吗？喂。就这个啊，这到底怎么用啊？也是后面的东西吧。我也已经到了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我记得往下掉有快速按键，咔嚓，我知道这样子啊。看啊，哇哇哇哇哇哇，不专心哦，乱哦被电。
可以避免晕眩，也可以造成伤害，要习惯一下。那、啊、我钱怎么那么多啦？7万块耶、欸，会进我户头里啊？啊，对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去做一件事情。啊，看我怎么每次都切地图的时候啦，等一下、喔，暂停，是广告，我做一个事情哦、喔。上次里想想啊，不是，因为最近楠楠可能会开台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哦，可以了，来吧。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有他的视角，你们也可以去看他的视角，能跟他玩嘛。然后会有两边的视角，所以两边都可以看，对啊。因为就是早上在陪他弄 OBS 啊，只是在就是关于那个。聊天室的选项那个我要再研究一下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用聊天室，所以聊天室我可能要问杰克或是水里他们怎么用。他怎么切个画面就死成这样子？我的天！任何频道吗？没有东西，任何频道。有啦，他其实有，只是他删掉了。哎，啊，钱那么多是要干什么？没有删掉，跟删掉。我早上陪他弄那个很多测试，就测试。测试很多，什么，强火重生啊，就是各种啊，各种他会玩的游戏，我都陪他弄。不然他以前其实他以前影片其实也很多，都是那种干片，是干片。大废片啊，我怎么讲干片？想要动作干嘛啦？不能补血。
跟大家想啊，如果改那天天竺鼠车车改成老鼠车车的话，那老鼠受到人类的待遇会不会不一样？对不对？飞刀没清账哎，其实没差。要。吧，反正就是。他也是想有偶尔就是开个台话之类的。我想说，哦，那帮忙他，不然就跟他讲说，啊，你画图就录影啊。他说会录啊。那时候，那你有没有考虑开台？他说是有啦，可是不会用 OBS。那就帮他用，就想说上班那么累，那就画个图或接个委托。不过他接委托不会想要拍台，就很纳闷。也是啦，有些委托就是有些人不想要被看到。我之前也是接委托的时候有问啊，我可不可以开台画？有些是说 OK， 有些是说不要比较好。我这么多钱，我捡到什么东西？没有任何。快点，我上28个哦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云安安，云安在哪？看到了，云安安。那快点，懒懒有 YT 哦，去订阅他。我应该明天轻松生存，我再听。明天人比较多，我刚刚说你运气很好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你说那把弓吗？会射三发的那把弓吗？啊，反正明天就是会在轻松生存的时候再放一点，因为也希望他轻松一点啊。要上班，他还打算就是，休少一点赚多一点，就是人家月休八天，他想要月休六天或四天这样。我说这样不会太累吗？啊，我说赚钱啊，贤者之石哦，就是那个哦，不是啊，让我赚，我花，让我花钱，让我花。反正要死掉了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去死好了。我看蓝蓝都说，该不是有成就吧？然后他去用，有哎、欸，这样子，然后不写了。这也是不喜欢他那么累啊，就想说
YT 这东西也是放着赚钱啊，我也想要帮他。啊，我知道这有成就啊。然而玩第三局就在想说，嗯，教主这该不会有成就吧？然后我就说，你试试看啊。就说，然后死掉说，哈，真不愧是我。啊，7万块就这样没了，拜拜。来啦，成就出来吧！对吧、啊？那再来比较辛苦的就是要1000个人，那个 YT 才有营收。那就是只能想办法努力帮，因为我开台目前最高也是800多人，就是轻松生存第二季刚开的时候，那时候800多人啊。然后我当时 FB 回来的时候是最高峰是600多人，然后之后就持续了300-400很久了。然后是轻松生存影片，就是出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才开始维持在500-600这样子，4500-600这样子。那我说，假如我们真的都是大咖的话，随便带，应该轻轻松松带个新人都很快。重点我不是大咖，对吧？只是个小小，主要是喜欢弓箭。好，出发 ，Go Go！ 咻咻咻咻咻咻咻！靠腰啊！靠腰靠腰靠腰！我靠，按错了啦！哦，干，开局好烂，会重新，新开始。那绿界咧，对啊，所以我要帮他弄绿界跟欧布堡，所以要叫他去办一个账号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不用看超级留言之类的，因为营收是归营收嘛，营收只是 YT 后台看到的数据会那个就是用美金汇给你的，那在绿界跟欧布堡就是台湾对台湾的。不能抖啊，他现在还没有。我们昨天只在测试连线游戏，哎、欸，他超强的哎、欸，我只是教他我的设定该怎么用怎么用，他自己就觉得说哦，应该要这样子用，然后就觉得哦，靠，我只是教他怎么爬而已，他就在跑步了、欸，他超强的哎、欸，哎妈，完全是一个有慧根的孩子。哎呀，又可以让我受伤，在开台哎、欸。不能抖，抖我早抖起来了，太怕我抖。
有必有那个哎、欸，去找传送门，近战功，哎、欸，这是你哎、欸，这里，啊，稳，哎，你又是什么？靠腰啊！哦哦，哎呦！哎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就没有了。哇，怎么隐形？这样说没有了哎、欸，我那个配方是不是就没有了？啊，服了，安哦，有什么滚都滚不了哎、欸。吓他，等他吧。
啊，微观了，广告。我本来想说这件事情要保密哦，然后于娜你们都也别先别贴那个什么什么连结之类的啊，说通通给我去订阅订起来之类的。其实是可以啦，我也不知道欸，因为怕是怕说啊你怎么那怎么讲，有时候会想要他可能想要低调，可是我就是想要帮他，这种感觉。他可能会抱着蛮那个感恩的心态骂我这样子。啊，那这老G这游戏就是一样，武器上面的词缀都是随机的，你看会发射箭矢啊什么的、啊。一人解封哦，啊！哦，等！酷啊！不是盾反击这哦，这反击还要练一下，因为骷髅的上面那颗剑是对话剑，所以之前是用不太到。提倡的暴力美学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上去。在你受伤的时候，好啊，开掉啊，就说，就像你说的，看久了之后晃动变爽感了，多好，好像很熟悉。那我想看繁星被蓝蓝骂，我被蓝蓝骂，最近哦。最近真的是会被他骂了，因为都不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。
也不是不好好照顾自己，就让自己太累了。不挡，不挡，哎呦，哦不，我是该找下一个门了。哦、你真的很想学统神的声音哎！但既然都要玩一些玩配音了，玩配音啊，就玩一些音效还是什么的，啊，统神的声音就很棒啊！他、啊、就说也不是不照顾自己，是干他妈的！跟你们讲了，我没有剪，我没有剪剪片师哦，而且我的影片品质就也不是说很好到很好哦。做成功招架，冻，那冻结比较好啊。前面钱也不知道干什么，走不到上边。砰啊砰啊砰！还有哪边可以走？这里。快让我结束！我要存东西。靠哭啊！可以耶，你买五等盾，四等，等五十五盾。母奶牛，洗钱盾真的假的？那是洗钱的哦，啊，就是一直防御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下次看到再用。嗯，我哪一个？哎、欸，这个公子有1300呢、欸。干嘛？剑盾顺便洗钱哦，好啊，在哪里？在传送。你能帮我剪片哦？不行啊，请了之后，你说没有钱。可是我现在想找离开的地方，我身上有配方哎、欸，哭啊，哭吧，哭啦，骂他啦，你买个蹦蹦，哎呦，是他！我要下去吗？我不想要哎、欸，没胆戏，我乖乖下去啊！那下去的话，我想去买那个哎、欸，想买这个，
哪一个？这个吧。库拉马塔啦，库拉马塔。我靠，死了欸！传送石碑，你去哪里？哦，酷欸！啊，我是白花钱了，万应白花钱。耶嘿，欧北开欧北，啊，哪边路没有走啊？这里。木奈牛，对不起，最近才在看抖音，然后想说为什么一直在讲木奈牛？谢伦。靠！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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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6。这解锁之后是之后地图拿得到，是不是？这边要蜘蛛符文，什么叫蜘蛛符文？我可以故意这样子吗？然后等下一 round 的时候要的时候再来等他，这样子。他会先给你一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可不可以先这样子玩？可以对不对？一把钱。哦，懂你的意思了。我是不是很有玩游戏的天分？是不是最会找漏洞了？哦。吃过广告了吗？对不起，再吃一次好不好？牛。哎呦，来了。很痛欸，
哎、欸，这不能挡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哦。也是啦，我想说，怎么可能那个东西可以挡？就是什么？哦，好像更强。咕噜咕噜咕。Hello， 高了没有动？哇哇哇！没钱呐、啊！我真是掉金牙齿哎，可爱哦！哎，啊、这边还有什么彩蛋吗？那时候班长说叫蓝蓝穿这个去打，我穿这个打感觉哦好奇怪啊，算了，然后就换回穿这个。然后我说他这叫法国面包嘛，我想不透会就叫法国面包。然后蓝蓝是猜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法国旗帜的配色？我不是啊，这配色台湾也是这个配色啊，没了。呀、变变雾，它的雾啊，是衣服的雾吗？
包就是跟法国面包无关啊。哎呦，不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滚怪？干嘛？二选一吗？是二选一吗？谁能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卡兹拜拜，应该是芝芝拜拜。无从选择。冰卵要不要豆子？啊，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不是哦，那哦耶耶耶耶耶！那、就算你告诉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也还是会解释，只是想先确认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所以啦，武器耶！要干嘛？找不到。哎呀！闪电五连鞭。我吓死，我以为不小心升级到了。哦，这是时装是不是？哦，高价近战攻击以后体力回复一，哇，这太强了吧！不强了，这太屌了吧！别心告诉我，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来吃广告了，观众吃广告了。哎，九点多了，感觉好像才刚开台一小时。屁话，完了。小弟，好。哦，哦，这把打完后有捕食虫哎。看哦，阿珂啊！啊滋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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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，怎么又有设计图了？要打吗？来一下好了。哦，是这个的哦，以后不打了。哇哦，酷欸！
我又笑下去了呗，还是哦，有拿到配方了，我想赶快去下一个了。阿酷啊！永远不回头，我要回头了，哈哈。嗯，对，平安安，我知道不一定要打怪啊。知道归知道啊，但还是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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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召唤巴斯捕食虫啊，这个哦，然后那、啊、你会建议先生哪些东西呀、啊？好的，注意，我们要过了，要再次广告了。那广告频率会不会太高啊？你们会不懂，那还是要。初始武器跟血，好的，我再跟蓝蓝说。那我今天也为了一个事情在有点小吵架，就是我买游戏，我买这个游戏给他嘛。然后他是他的室友帮他接收了，然后后来他就觉得，我就觉得说，嗯，我好像也这样也不太对，就是因为我买游戏给他是真的想要送他嘛，那他觉得说他就是想要，就是
买给我没关系，就是他就是会想要把钱算清楚的那一种，懂吗？就是你今天真的想要送他礼物，但是他跟你讲说这礼物多少钱，然后他就是跟你讲说算清楚这样，就是不会是一个哦，你给我东西我就欣然接受那种东西。啊，对我是这样啊，对其他人可能就是哦，给我好啊，谢谢，这样没有了。那今天就是买了这个，他还有额外 DLC， 然后我就想说哦，再顺便送他好了。然后我那时候看错了，我想说 DLC 特价102块钱，就看一下是其中一个 DLC 是102块钱，那全部 DLC 加起来是300多块钱。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讲说这很贵，不要，真的不行。然后说没关系，这很便宜。然后后来我仔细看说他到底在贵什么，看一下内容，难怪他会说贵，因为我自己看错了。然后也是跟他讲说因为他都陪我玩嘛，因为 我喜欢的游戏的内容，其实像那个什么紫热净土也是他看到我有，就问我要不要先玩看，他说可以套用皮肤嘛，那就跟他讲说可是游戏我一个人会玩得很无聊，然后他就说好，那什么等他下班他来买之类的。他说既然他要陪我玩，我就是怎么讲陪我玩我就买给他嘛，这样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身为一个就像当时菜渣对我吧，就是想玩什么就是买，就是因为当时菜渣像玩 GMod 还是什么东西要人家陪，或是玩一些那个多人游戏，都会说哎，繁星，他说今天想玩这个，我说好啊，我看一下多少钱，然后就送给我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就是怎么讲，因为他今天想玩，但是没人陪他玩，那他就送给我嘛，然后一起玩这样的感觉。靠腰啊！我在聊天呐，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就是因为他就一直说他要退款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说不用啦，就真的是小钱。那其实，城堡毁灭者啊，紫热镜，创世理想乡嘛，我最近还玩。其实也送他很多礼那个啦游戏，但是他就觉得说他再送下去我很像在做直销，只是你看、今天就是我先帮你垫钱，然后就买了一大堆游戏给你，可能让他压力就很大，我就觉得这样好像自己又不对，我就觉得好啦，不然就是我就说之后再说啊，因为我跟他讲说啊，你至少你有陪我玩玩开心的，不然我每次开台也不知道玩什么，然后又觉得要干嘛，很漫无目的啊。干嘛？我不是来这里啦，白痴哦！没买好的啊，那就难办啦。因为
这也就像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真不知道。哦，懂意思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比如说啊，今天啊，小时候就是我妈说那个养海马的钱她出，但是设备我来出。那时候就问了老板娘设备多少钱，她说大约要那个6000块钱。然后就真的从那时候小时候开始存钱，存好像一学期吧，好像存到了快2000块。那2000块就被我跟我弟拿去买游戏。那是以前就很喜欢养鱼还是什么。再解锁三个道具，安安呢？晚上好。应该这一个死完之后再打一轮吧。太痛了吧！哭啊！呜！我好少哦，没有加体力啦。有些游戏真的蛮好玩的，就没人陪。对啊，就跟他讲我的想法，但是他其实就是真的是很靠自己。嗯，我是不是翻滚后，翻滚或者招架累积暴击？你死啦！打击感不错，你说
这个吗？刺剑吗？还不错啊。会穿过第一个敌人，不用喽。咚咚咚咚！啾！啊！呜！要输掉啦！要死了啦！以前玩英雄围城会觉得是有病，为什么会喜欢玩这种？英雄围城也是死的得失心会比较重的游戏，靠腰啊！我很少用技能呢，不习惯。因为通常打几下就死了，那捕兽夹真的有用得到吗？好啦，我开始练习用技能。其实我玩游戏也是很像玩魔兽世界，不啦，那个魔物猎人吧。我就是就很懒得换，就搭珠子还是搭什么，都是用绿色的。你伤害低一点没关系，可是至少有不，那个就是固定的嘛，就是也不是打特别痛或是特别不痛那一种。我还没碰到 BOSS 啊，这新游戏不是这个是那个啦，死亡细胞。他常在 Steam 上特价，现在特价半价哦，300多块钱。阿旺去买，又去买。然后他比骷髅难一点点，不一点点、啊，蛮多点的。哦，你有白痴哦，还有介绍，哭啊！好啦。我们这一轮死掉后就关台休息啦，我来去看。只是我没想到你现在才玩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的像素风格不太像我以往喜欢的那种像素可爱风，它已经偏写实之类的，就是也不太像像素，就觉得还好。是昨天就兰兰跟我聊。他说这个还不错玩哦，什么之类的。他说他关注很久了，我想说哦，但是懒懒关注的应该不会雷吧之类的。然后就是昨天就看他在玩，是早上啦，靠哭吧阿旺，你害我受伤了，赔钱。我有绿界欧富宝，你选一个。这款我超爱拿来设置习气，好吧？技能哦啊，哦，阿秀，阿秀。不奶牛，好要哭啊！
吓死人了、哦！不是一样吗？等一下哦。228288，哇哦，赚到人了！哇哦！我射！我滚！我打！我射！看着我被打死，没事啦。兰兰至少还看过 BOSS， 我现在没看过那半只 BOSS。BOSS 尸体。我要前进吗？感觉这很危险，这是不是？我知道啊。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我是新手，我才比8，我还没玩两个小时，我还可以退款，我还来得及。这种游戏还没玩两个小时就直接先买 DLC 了。去了啦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可是我身上有那些东西耶、欸，我身上有设计图耶、欸，那个该冒险吗？会死掉吗？干美系，所以你们推荐我去吗？那种说有设计图就不敢了。哦，又有设计图哎，有陷阱吧？那我不要，都不要，我带着设计图离开了。哇哈哈哈哈！哇，哭啊！你看，都因为阿旺，他没有两分钟的那个门可以。哭啊！太贵了吧？所以前面就是到处跑，到处用，然后累积这个东西，一直跑图，然后累积那个几分钟的箱子嘛。左上角爬爬看，我左上角。你说起始点吗？好吧，我信你哦。哎，对啊，没有。好。哭啊！
哭啊。这里啊、哦，走不上去哎，不行哎，我没办法哎，上不去。没了啊、哦？你是说有东西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好，下次注意。或是懒懒来的话，我帮他注意。你们可以爬哦。哭啊！东西烂东西烂东西。有啊，他说什么蜘蛛的符文跟爬墙那个要后面，大的，唔通啊！咩打咩打咩哟，打咩哪路哟？那这钥匙是干嘛的啊？我可以永久带着吗？Spk 有设计图哦。哎呦，好，等等观台哈，来去看咒术回战，看完之后再。我咒术回战都还没看，现在才看到第三集刚开始。安安，哇。不可以哦，哦，这也太烂了吧，没有武器耶，我刚刚的武器都没拿。晚上好哦，啊，怎么能变多？大家关台了吗？晚上好啊，这样子我又不太想关台了、欸，哈哈，大 boss 了，对不对，各位？糟了，包怎么打、欸？哎、欸，还没哦，八七，我以为打 boss 了 ，QQ 儿。哎、欸，干、欸欸、什么？
真是大件呢、欸，重。近战功啊，什么近战功？对不起嘛，这延迟，我以为我延迟调很低了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你昨天帮懒懒测试的时候，他是从一个延迟15秒到延迟只剩2秒的，然后明明跟他调一样的东西，为什么延迟还是那么？哦，他们不是在玩那个吗？烧厨房。请问来下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而来？啊，只有一次哦。步兵短弓，然后你说先升那个对不对？哦，对不起，想起来了，抱歉，我是个不听话的矿主。看我自己，那我现在拿，我要拿镜子喽，要看我自己喽。有几顿了。欸、不是啊，死掉了，是广告。难过，难过啊！丢。那边有个隐形路可以走，怎么看？太好，绝望哦。叫我的哦，好了，全音幕了。
好啦，就真的最后一场了。真的最后一场喽！为什么的广告是食物类的啊？是不是？感谢阿亮去订。哦，差一点点，还要按暂停，然后怪在阿亮身上了。哦，对啦，这边有武器都没拿，八七，刺绣的刀，哦，哦，笨呢，难怪刚前面打那么累，啊。又好用了，嗯，就是什么弓？为什么你是说他是近战弓？在近距离死暴击哦，这个意思。哪里上去骗我？现在没有了吗？没有啊，在骗我。这样哦，可以耶，有哎，对不起。不，不。哭啊！
不。没有啊，没有拿到你们讲的那个图文，还没有哦。那就私下玩一玩，玩到就会玩了。对不起，你们叫我练习用那个图。懒懒大大，你那个懒也打错了吧？懒懒还在上班，没有空。那下班应该去吃晚餐之类的。那我说明天会来玩呢、啊，不然就是可能半夜留意一下哦。我终点左边，这边的左边，我是不是来不及了？这边来不及，对不对？你说第三关门的左边吗？还想半夜玩？想啊，想死喽！不是要调？没有啊。你说要调小鱼是不是在跟你讲什么鬼话？算了，理解。六，我再要升什么好？一样是冲这个水吗？还是你说的土鸡盾？对吧？好，我自己作息乱，作息乱没影响啊。作息乱不影响我剪片啊，跟开台啊。流水先生水，好。什么烂工？至少两只必定暴击。然后嘞 ，HP 满的时候有额外伤害，我要死了、欸！
不好生子有啦。我是不是要太早下去？是不是有东西之类的？果然，嘿嘿，好妖啊！你走。boss 呢 ？boss， 这关不就 boss 了吗？哇，我花这么久才来，天啊，兰兰好像一个小时就来这里了。按到空白键，买啦，拜托啦。哇、哦！啊，不行，不行，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打，我不行了。两个箭塔，你说两个远程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感谢感谢。好啦，那今晚就到这边了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。明天就轻松生存了，晚上。再跟兰兰约看吧，怕就是他又出去吃饭，又不见了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。技能箭塔哦，你是说那个电锯吗？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各位拜拜咯。有再玩一下？没有啦，休息一下。